Hello， 我是悠悠，今天做了酸辣又开胃的金汤肥牛，我还放了我最爱的粉丝。先用开水把肥牛烫一下，然后再用温水洗干净。粉丝也先用温水泡开，然后切一些杭椒和小米椒备用。用小火把蒜末炒香，然后再加两勺黄灯笼酱炒匀，然后再倒一碗温水煮开，加两勺生抽，两勺醋，再加点盐调味。强烈建议加点青柠汁，那酸爽。不过我家没有，所以就没放。再放上金针菇泡好的粉丝，还有刚才的肥牛，撒青柠椒，最后用热油滋一下。这个肥牛真的挺嫩的，你们要试试。然后再尝尝我最爱的粉丝，酸酸辣辣的，超级入味，真的太好吃了。对，我要吃粉丝了，我太可怕了吧。晚安。